大家好，我是多米多罗，是我最近回台湾一下子，所以就来跟大家吃吃这个台湾的商品。首先是这个大冰奶，这是这群人代言的，那我来喝喝看。奶茶的味道，奶茶的味道，今天天气真好，哇！我喝了这群人的奶茶，就跟这群人的影片一样，不管讲什么话都有罐头笑声了欸。我要来对我爸使用这个新能力。爸爸，什么事？一二三四五，五四只老虎。花生酱跟鲜奶油。儿子，你怎么这么好笑？这个商品真不错。那来看看下一样，是这个，这是美食水水芊芊的鸡肉丸。那我来吃吃看。鸡肉的味道。我怎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？我好想吃好多东西哦。不行，爸爸。什么事？手给我，一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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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